李岩年少无知，念其是初犯，恳求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根据李岩所犯的错误，应该给他一个。 立功赎罪的机会，啊！天大老爷，错了！惊心动魄的一夜过去了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然而，在李岩眼中，这依旧是一个阴晦的早晨，阳光仿佛失踪了。 这位看上去形容憔悴的年轻人，此刻内心充满着悔恨。过去的一夜让他永生难忘，现在他需要重新站起来，去面对今后人生的道路，尽管每一步都很沉重。哎，回来了，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夜之间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？肯定是被那个女的一脚给踹了。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多想了，要放下思想包袱，争取立功赎罪。可我已经是有污点的人了，这要写进档案里。历史虽然不能更改，但会写出新的一页。你看，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求情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大家相信你。 可组织上不相信我了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表现了。哪里跌倒，哪里爬起来了。好，我一定好好爬。坐。现在，你肩负着重要的任务，应该有一个好的状态。 千万不要让刘明富看出你的任何破绽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从来没惊他，都是他一直惊我。远东有报社，你好，我要找一下李岩记者。 我就是啊，爷，你这声音怎么变得这么成熟呢？大哥，别逗了，命都差点没了，能不成熟吗？哎呀，这样啊，中午到我们家来啊，吃顿饭，我呢亲自下厨给你做了几道下酒菜，咱哥俩喝两杯，我给你压压惊。算了，我没这个心情。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不就泼了盆凉水吗？再说了，现在我这样子，也没脸见首长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首长的命令，你爱来不来，自己看着办。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就是嘛，挂了。 李岩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吓我一大跳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看什么呀？啊？你是这个？
我怎么会是这个呢？啊？要不就是这个？哎，行了，你别瞎猜了。奇怪呀。有什么奇怪的？我本来就不是这个嘛。说你不是这个吧，你开口一个手掌，闭口一个坚决完成任务的。说你是这个吧，是我这从背后叫你一声，你就把手举起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把你自己都绕进去了，说不清楚了都。我没糊涂，这要我来判断呢，最准确的就是。就是什么？说出来你可别骂我。哎，行行，你说，你说说。这最准确的判断呢，你就是这个。的叛徒，这个你也能看出来？哎，逗你玩的啦，我走了。哎我这脸上也没写叛徒俩字儿啊。首长呢？执行任务去了。亲自去的。你说呢？这眼下只能这样了。你说咱们这个组织啊，两个死刑犯外加一个嫌疑犯，还有谁能出头？只能是人家首长亲力亲为。哎，行了，别说这个了，喝酒吧。哎，喝。都是胆小惹的祸呀。说的是，谁胆不小？英雄啊，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大哥，可确实有英雄啊。是，英雄是有啊，但是你就算了。你就别做那个梦了，好不好？你就踏踏实实玩你的照相机，啊！你就说我，十年前我就梦想过，我去平型关前线挥刀杀敌呀、啊。结果呢？转一圈回来，这不还是牙医吗？就是。哎，不对，大哥，十年前好像还没打平型关呢吧？啊？哦，对对对。我记错了，是那个喜风口大刀队。哎呀，我就挪一下，你领会一下精神不行吗？对对对，领会精神，领会精神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干！来。大哥，你说我还有救吗？有救啊！啊！你不是被判的是死缓？啊！这就说明组织在给你指一条活路。什么叫活路？就是说你要在两年之内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争取立功受奖。受奖就算了吧，我就剩下赎罪了。啊，对了，老徐是怎么给你交代的？我听听。哦，他鼓励我，哪儿跌倒了哪里爬，新鲜。那跌倒了不只剩爬了，那还用鼓励吗？哎，他这话我感觉很温暖啊。你觉得挺温暖的啊？哪儿跌倒的哪里爬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是，总比哪儿跌倒哪里滚强吧。就是啊，挺温暖的。哎呦，老徐这人不错。来来，哎，等等等等，大哥。刚才说，你我俩死刑犯，那还一嫌疑犯呢？谁呀、啊？你看不出来啊？一目了然呀、啊！谁呀、啊？潘慎之。啥？阿坚啊。回去把孩子照顾好啊，这你都看到了，我这儿还是很安全的。是的呀，这么多人包围你呢。不是包围，是保护。
是的，是的，那我都是跟那个王大夫学的呢，说话都不对的。昨晚的事儿让人猛醒了，这表面上啊，问题出在李岩身上，但根儿在王天桥那儿。是的呀，他都不打自招了呢，对吧？所以以后啊，咱们对王天桥啊，要多留点心眼儿，懂不懂？懂。知道不知道？知道的。那你说说，你都懂什么了？就是对王大夫多耍耍心眼儿，对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次青云山行动，老潘身上的疑点太多。直到战斗打响，他还躲在水缸里。这也是人之常情嘛！啊，谁不怕死啊？是，我说过谁都怕死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可是如果你深究一下，问题就出来了。难道他还躲在水缸里给鬼子发电报吗？你看，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据首长说，当时战斗那是相当的激烈，枪林弹雨，刀枪棍棒全齐了。可为什么没有一颗子弹能打到水缸上？哎，对呀，为什么呢？我问你，水缸是什么做的？泥巴呀。没错，别说是子弹，一脚就能给它踹烂了。嘿，巧了，那个子弹啊，还就偏偏绕着它飞。你说这不叫疑点，这叫什么？哎，大哥。难道事先有人？没错，你算说到点子上了。觉悟，明摆着是有人安排老潘，让他躲到水缸里。那个枪口根本就没瞄向水缸。别看外面打得热热闹闹的，他呢，躲在水缸里面睡大觉。这叫什么？卧底。现在才明白啊，他们一大早把他叫来，是想跟他个别谈话。王大夫被叫来了？不是王大夫，是他老婆。啊，首长在这里啊？那不是他的自行车吗？哎呦，首长在里面被个别谈话，我们在外面说他老公坏话，好像不太好。咱们没说人家坏话，我是让你时刻保持警惕。我有数的。我就怕你没数。刘明富想利用李岩来打探我们的消息，意图很明显，就是想弄清楚智齿计划的真实情况。青云山没有得手，加上慧海法师的牺牲，眼下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控制李岩，给他当眼线。而我们呢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顺水推舟，把李岩给他送回去做卧底。所以啊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，继而除掉他。问题是刘明富给李岩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单向，他可以随时找到李岩，但是李岩根本找不到他。所以我们要引蛇出洞呀，是吧，徐先生？说得对，就是要引蛇出洞。关键怎样才能引出这条狡猾的毒蛇？用假情报肯定不行，不仅引不出蛇，反倒会惊了蛇，甚至被它反咬一口。这样的话，李岩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，而我们的计划也就会失败。我有办法。我来引。刘明富不是一直想杀我吗？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我来找李岩，再让李岩去通知刘明富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万一刘明富事先有了周密的安排怎么办？这事儿不能再犹豫了。白姑娘，你真是好有胆气啊。
该说的我都说了啊，长点心眼儿，回去吧。我过两天再来看你。哦，好，路上小心点啊。阿金太太，请留步。啊，徐先生，请二位过去一下。我跟你讲呀，大半天不要讲人家坏话呀，你倒霉了又。啊，请。因为这是要审查我们吗？哼，老潘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看着有点像三堂会审啊。你看你说的，我们是有纪律的，怎么能随便审查一个人呢？哦，请你们二位过来是有一项紧急的任务。不是紧急任务不是刚过去吗？这又绕回来了。啊？哥，哥，哥，你打我干嘛？我就打你了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你出卖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？那个都是实话实说。我骗你，这都是故事。你打的还挺准。你说的全是故事，就是故事。我讲的那也是老百姓身边的故事。认错你了啊！你给我拿性命担保啊，不够意思。你别那么大方啊！你只要不让我还你钱就得啊。出这么多汗、啊！哎呀，别闹！首长，你回来，你还等着你洗碗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洗碗，不是洗我。是不是？告诉你们，我还杀人呢！我啊，干嘛呀你？不是说好缓期两年吗？怎么说编就编了呢？首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哪儿跌倒哪里爬啊！大夫，大夫。门一把伞，再加一盏灯。大夫，拔牙。来了。啊，大夫。哎，这牙是吧？大夫，啊，这城里人洗澡不脱衣服。对，那什么，现在城里人兴这个，这正好连衣服就一块洗了。啊，怎么您牙不舒服是吧？这个牙呀，松了，老不掉，吃啥都爱吃。好，我给您看看啊，来，哎，坐。哎，
死我内急啊！啊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！啊！上回论白袍，这回。值了，省钱了。有他跑得快吗？老班，我这两天就去了几趟翠华路，什么都没干过。看见那黄包车了吗？看吧，上去。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就不好好珍惜呢？才几个钟头啊，就喝上大酒了。这不心里憋屈吗？判得太重，心里有点不服。你还不服？我们认罪伏法了。你别拉上我行不行？你们两个好好给我醒醒啊！马上要紧急行动，赶紧准备准备。又有紧急任务啊？哎，你们就不能分个一三五二四六啊？不能。这是一封信，你亲自把这封信送到基斯菲尔路芝兰书屋，亲手交给这个人，记住了吗？喵的！哎，老班，怎么还有人姓牛呢？这个字儿啊，念马。不念鸟，看起来差不多啊。鸟长着一只耳朵，你糊弄我一，马有耳朵，鸟哪有耳朵？鸟就是有耳朵，就是看不见。看不见了，他非得写；看见了，他不写。哎，老板，你说哈，就这帮子造字的人真彪。这个字儿就念马，我一个老师，我连鸟和马我都分不清吗？哎，老板，你怎么成老师了？我就是老师，老师多丢人。没有老板威风，我跟你说。记住啊，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鸟德才啊，交给马德才啊，千万别跟他说这信是我交给你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明白。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保密，保密。哎呀，我总算没白养你啊。是啊，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又传俺爹了？这是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总算没白培养你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老板，就你看啊，就是那个。费用，你每次提供的都是有偿服务。
哎，谢老板。去吧。啊，谢老板。姓马啊。谢老板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来吃啊！你喂过他水了是吧？啊，我喂过了。来，老板啊，这次他的买卖咋样啊？别提了，倒霉啊，倒霉。哎，现在倒霉不赚钱，行情都变了，都在倒腾黄金呢。哎呀，你给我闭嘴！给我倒杯酒去。你不吃啊？啊？我说于大头啊啊！什么时候学会小偷小摸了啊？我出去也就半天功夫，刚买的一瓶酒，怎么就剩瓶底了啊？老板，这几天我心里不是有点憋得慌吗？怎么，跟小院闹别扭了？嗯。我出去看看啊！臭德行！哎，先生，你找谁呀？我找马掌柜。马掌柜，你找他干啥？有事让我给他送一封信过来。送封信？啊，你给我吧。不行，必须得当面给他。我们马掌柜不在，让他上来吧。你这个人啊，骗我！去去去去去！狗日！狗日！狗日！那娘真有品，娘就你当小兵。鸟掌柜，哎呀，幸会幸会幸会！你说什么？鸟？你是来找我呢，还是来找鸟啊？你看，我就是过来找你这个老鸟的嘛。老鸟？这鸟是你的？啊？这个不是。哎，你送我也行啊。哎，你刚才不说这鸟是你的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怎么弄不明白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姓鸟吧？你是不是那个老鸟吧？你才老鸟呢！我姓马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你真厉害！我上了一年学这个事儿，你都知道。你这是在考我，是不是？啊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个是谁让你送来的？保密。保密！保密！走了啊！走了啊！嗯，这又是哪个林子的鸟啊？
这是菊香茶楼的地形图，你看啊，这儿有两个出口，老张的位置在这儿，少川，你就提前埋伏在这里，白露和李岩，加上王天桥夫妇就混在群众当中，只要目标出现，我们就择机行动。这个计划在我看来倒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。今天晚上我们刺杀的目标是刘明富，为什么要让马德才来呢？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，这个马德才和刘明富已经搞到了一起，狼狈为奸。但是呢，他们的出发点又不一样，他们相互利用，相互猜疑。我是这么想，这个马德才接到一个陌生人的帖子，摸不清来路，他肯定会给刘明富打电话的。刚才我接到一张今晚八点去菊香茶楼听戏的帖子。菊香茶楼？我知道那个地方。谁送的？帖子上没有署名。没署名？我还以为是你呢。会不会是白露啊？这丫头片子神出鬼没的，现在又和中共的人混在一起，我吃不准。可是你也没有暴露啊。这个也不好说呀。他手里没有掌握对你不利的证据，不过这张帖子肯定大有文章。而刘明富这个人呢，生性多疑，仅凭着马德才的一个电话，他不会轻易相信的。但是如果让他从侧面了解到这张帖子是白露送的，那他就不得不相信了。青云山的失败让背信弃义的刘明富沮丧不堪，但是却增加了对李岩的一份信任。在他看来，选择这位怯懦的小报记者来充当自己的眼线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一切正如老徐所料，当天下午刘明富就赶到了这个预定的信箱地点。李岩的留言验证了马德才的那个电话，刘明富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奸诈的冷笑。得意忘形的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，今晚他将钻进死亡的圈套。老徐，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你就别去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我还想上台过过戏。哎呀，别闹了，你是个安徽人，哼几句黄梅调那还行，但是今天晚上来的戏班子可是从北平过来的，人家唱的可是京戏。少川，这一点可能你就外行了，北平有名的京戏班子大部分都是从安徽安庆来的。安庆来的？当然了，大家都知道安庆有一个黄梅调，对吧？却不知道安庆也是京戏的发祥地。早在乾隆55年，为给高宗皇帝弘历祝寿，以安庆著名艺人高朗廷为台柱子的三庆徽班入京。接着呢，四喜、和春、春台也相继都进了京，这就是名震一时的四大徽班进京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今天还遇到了一个高人。说来也巧啊，今天晚上菊香茶楼现役的还就是我以前搭过的戏班子。哎，老徐，你不会真想粉墨登场吧？啊，不，我是司鼓。司鼓？那可是舞台上的指挥呀。你说的没错，
那今晚这台大戏就由我指挥吧，到时候大家都听我的鼓点行事。得嘞。你可不许离开我的视线。我哪敢呢？每月包银，还外加听戏，真是他妈的倒贴了。今天晚上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哦。我哪敢呢我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总算露头了。我就知道给我的帖子是你下的。掌柜的，今天我请您过来可不仅仅是喝茶看戏，还想请您帮我看看人。看人？看谁呀？我新交的男朋友。这个人你也认识啊？哈，真是不打不成交啊。啊，这回不会再甩了吧？不会，这回我不找英雄好汉，专挑胆小鬼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我看你是给将来买保险吧。这年头啊，属胆小鬼最可靠。还是掌柜的了解我。看戏。现在就进去看看，这裤衩打错了。Thank you.
范仲。老郑，我们有公事，所以拉也晚了。打扰里面了。嗯，进去。